有如青山不改，早起必须速西行。以鬼干棍子，来个风下，小兵立骨已一色龙。嘿呀，我的相将应在新国风的范围之内。 阿里亲自出风来迎，是心虚咯。邀起来个，若无亲身欢迎，就有失礼数。不敌军师大人今日怒气腾腾，是为何事而来？伊得你我的协定吗？军师大人之言。 在下做甘望穷，你若无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，西剑流今日阿别你神过风，军师大人，其得我神过运红，并生最无法控制就是侥幸。 以贤立薄德，既贤，哦，只好让你的前面目显示咯。那也要看你的大军是何归得了汉代。有何认为？ 军师，这波你错真咯！嘿呀，这是失踪的威奥。当心高飞，三招击灵。将你授意敌人吗？哦，敢与敌人，需要何必多管闲事？ 不回首，实在闪避什么？恰武，你真要以我为上这道的汉代，那就要看你心意。 军师，现在听你解释。哎呀，军师大人真是了事机先，就不敌军师想生问哪件呢？不如就先碎碎一只乌蝶。